14分差距，比赛剩下最后5分钟，林志杰这一次拿到球投进来一个三分球，不进了。对，林志杰拿到这条跳了就有，林志杰要接管比赛了，这一颗三分球投进之后迫使林冠伦总教练喊出暂停，这个暂停是必要的哦，因为现在勇士队整个头顺哦，就热起来了、哦、我们说辣个男人、啊、辣个男人、啊、有够辣，真的太辣了拖的攻击相当关键，球给志杰来了一个后撤步，这个三分球被他给投进了，哇哦，被 PLG 单节第三颗的三分弹，而且是要到了犯规啊，这是一个四分打的机会，球给志杰，哇，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哦！